今天要去哪边？我们带大家来参观这我家。这你家？这我家。这新一区我很熟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要去装烟火。这应该会算是我人生勾勾清单的其中一项。谁有办法去伊犁装烟火呀？好期待哟！看一下你的邀请卡啦，他邀请卡还做得蛮漂亮的。我们的邀请卡非常的高级。Oh my god！ 我是老爸，我不要当爸。天哪，你看是不是很美？就差你。你也没装钞票而已，太潮了！你等你老公装给你的，请装给我这边，谢谢。走开啊！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别看他，跟大家讲，他这边写的啦，就是台北101神秘楼层哈。然后我们今天是12月13号下午2点，我们要上去装烟火，所以大家看的有一发可能是我射的。这样好像怪怪的。我在被记。装完烟火之后，再到大家看到顶楼去看一下，101楼真的有烟火的。他这边有个解说，就是烟火啊，大概是怎么去发射的。你看我们的名字在这，我们的频道，然后每一个人的烟火都不一样。我们拿到的是花束，然后像彼得爸他们有拿到光珠就不一样。姐姐在签，天哪！悠悠也在签，悠悠。悠悠，你画的笑脸好酷哦，很歪耶。好，欢迎妈咪签。哇，我们一家人都在上面，好有纪念价值。好了，都换我签了。好，跟大家分享，刚才悠悠有奖征答，拿到一个很棒的纪念品，而且以后可能就没有再有了哦。这个是101电梯的钢索，蛮重的，很特别，而且闻起来有金属的味道。我们的烟火齐发，跟我们以前传统印象当中，拿一个香点一个引线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现在烟火全部是用电脑控制，我们今年的烟火16800，也就是说我们有16000个电脑回路，每个单独的激发。跟大家讲一下烟火的密码。我们呢要准备装烟火了，那这个每一个管子上面它都有它自己的编号。那我们现在是在58楼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是在20号这个板子的第11个。我们的颜色是紫光珠带锦花束。哦，我申奥的名字哦，这个很好玩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等一下会插在这种电路板，那电路板呢、再由这种控制器接电脑下去去控制它点燃的。加油，用力！然后等下啪断掉。太不跳！加油啊！有你们吃饭？还没有吃饭。交不掉？有没有办法交到女朋友就靠这去了？我帮你好不好？怎么差那么多？来，你先拆一个，要到橘色的皮了，要再上来一点点。好，可以。然后黑色的扣起，另外一只手，黑色的扣起来。OK， 好了，拍照，有人戴安全帽了，好了，哇哦，那个是哪里？全部都要上工了，没错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他把它给他乱弄，你在弄啊？他是应该是要勾在你衣服上，要出去了，哇哦，58楼哎，不晓得有没有下雨哎，这边好多电线，你们看外面。我们确实在云雾当中，有云雾是一种感觉，出太阳也是一种感觉，各有不同的风情吧。隔壁的那边是什么啊？这是南山大厦，南山也在云雾当中，大家看很漂亮。边就是我们刚才用的烟火管，各自有这样。各位看你们地下。是不是有很多的电线跟控制盒？我们现在要到另外一侧去看，所以烟火啊就是在这个夹子上面，那每一块机都有拉一个橘色的线让下来，蛮特别的。我让大家等一下轮流过来这边看一下，感觉一下这边的下面呢，它真的是下面哦。大家往前简单的看一下，各位看一下。还有，你会怕吗？不会。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好，没有我想象中很美。现在就是雾雾的，有那种美感。看美女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最好的。看不清楚，好像很漂亮。坐电梯到90楼，然后要转乘到101楼。然后一般的观景台是在88，还89。对，这到101，听说门票
不便宜，2500。对啊，比较贵，很特别，在这边马桶这边上去101楼。然后待会93楼会转换电梯，因为中间有我们风阻离球结构的关系，所以它电梯没有办法直达到101，再转一次就可以上去了。哇，这边右转，谢谢，谢谢。这边要转到101楼，紧张吗？还好，我觉得都还没有看到脚下面空空的，都不会紧张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很好。如果我等一下走到上面，我觉得很害怕。我觉得我一定走不完，我就决定一定要闭着眼睛。可以，可以抓着你，然后闭着眼睛。有哪一位想要按101楼的按键？谁按？老爸按一下，快点！我要按。来，要请，请，请。好，那我们要关门。差点挂到，打101楼了。哇，101楼到，哇，101楼，哇，还有101的水，怎么了？它这样子这个设计很像我们那时候去那个纽约大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，对，很漂亮哎，哎，真的很漂亮哎，哇，现在我在101楼。我家在这，你看。我们家在哪里？当然在这个方向。哇，看得很清楚哎，很美。走一圈看看。4到8森林公园。哦，我看。哦。哦，你看那是巨蛋吗？哪边？对，那是巨蛋。这边是阳明山。那边是阳明山。对啊。哇，很漂亮。好不好？来，哇，好漂亮哦、喔！哇，哎、欸，我带走了、喔，谢谢。Okay, 可爱哦、喔，这是101的造型，然后这是刚粘上去。这多少钱啊？50块，50块还好啦，还好，真不贵。纪念价值是。你看，刚正，这是刚粘的，不能转下来。漂亮哦、喔，这很漂亮哎、欸，很漂亮。我们现在要去顶楼的样子，然后已经穿好防雾的东西。我现在只能用手机录，因为所有。拿手上的东西都不能带。这边就 Skyline 的天际线460，这边平常是要预约的啦，不知道会不会有雨哎、欸。好紧张哦！全台湾最高，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很漂亮哎、欸。非常非常的美，只是现在下雨，他这边不能用雨伞，然后阿优不能出来，因为阿优身高不够，给大家看，1+1，可爱。好，感谢。3、2、1，OK。好，感谢。好。是不是要把我赶出去了？怎么样，好玩吗？比我想象中安全非常多，风起时间没有很大。其实我以为下面会是空的。其实这边好像还有最高一层啊，那边、啊、那边感觉这应该是第二高啦。可是那边感觉它在晃，好像会上去上面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们好了，要准备离开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现在来到88楼的祖尼球，这边。有，这我们来过啊，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来过。是跟你来吗？阿优应该也还在这里。哇，这边很漂亮啊。阿优已经开始觉得无聊了。嗨，阿优，我们来了。有人说他一直看着我，整个人生充满了爱。有没有这样我望着你？有没有觉得你是我的天的感觉？等一下，那我要高一点嘛。有，我是二天的感觉。有嘛有嘛，对不对？有，让你享受一下。今天就带你来一个101约会行程。好玩吗？今天？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可以来体验一下这样子。你知道我们？今天算是公关行程，如果上那个460啊，一般要花3000块，要求贵。我们今天一整个省了9000，因为我们3个人上去。可是老实说，因为其实你去像是日本的大阪啊，或者是去美国去纽约什么，他们都有像这样的套装行程，都差不多是这个钱。没错。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来到这有一种地标打卡的感觉。没错，你现在在88楼的 lounge， 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休息一下，喝个饮料是非常不错的。是88楼咖啡。对。啊啊！有人爆了。好啦，给你。好啦，那今天已经结束啦，我就要来当你的神了。当我的神，你就我的神，不用来这，你也是我的神。
如果这时候 PS 五从天上掉下来，就真的是神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当你儿子的神很简单，你就买一台手机给他，你就是他的神。他就说：天哪，这太棒了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没错，对不对，悠悠？就是你觉得我说有没有道理？好。今天影片到这里咯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都会发布影片哦。像不像悠悠？我们明天见哦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